了海吉，女选直接扑上来，女王出路。把他给拽死，他回这边的位置也很危险，他没有大绝可以自保。阿钻这边的狂笑猛击推到了，没有推到任何墙壁上面，但是他往前闪现想要送。这边直接要 rush 巴龙，可是意图有被发现到。有纳尔刚刚是怒气比较低的情况下过来，荣耀头盔直接进场。这边选择硬开，卡伟要直接倒了吗？他被击飞起来，大绝其实还没有转好。阿钻这边还没有变大，他终于变大了，但是他被妹夫都绑了以后，直接被某某近距离贴身给射死。某某已经拿到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Coco 在这边还在追击，卢雪也在追击右侧的哈利瑞。这边 Maple Snow 再一次的飞檐对影，还集这个闪现。其实刚刚的 Leaf 的吃兵是明显的比 Moni 弱很多。这边小伊也提到，直接一个闪击，小伊被暴雪直接冻住以后，利用净化解掉。小伊也过去又想要拿这个人头，点燃的伤害可以把秋伊给拖进来，而且是有抓到对方的位置的。这边强行开战，小伊也先被晕在了扭曲空间上面，直接被位置给打死。上路的 PTP 要过来了，两边的上路同时到来。利弗是开启了君临天下，他到底能不能君临天下？看起来伤害量好高，原地的一个弱弱强食，再加上抛钉解牛，鳄鱼来了。利弗，我不是学弟，小孩这边想要来一点残血的杰哥。急了，他已经被莫妮给留住。Q 到杰哥，这是一个四打四，杰哥先哇，西门进场，西门进场，但他的大绝来不及逃，我周围的伤害直接把他的魂的风暴往小安身上砸，交了阵雨游尾，又是一个闪翻，把小安留住以后，乔伊拿下了这个击杀 ，Green T 也走不掉。这个说教听到不耐烦，不是，双眼上来太烦了。我威斯豆尔的急速兵，乔伊抓乔伊，暴雪直接远方的王牌射手射进来，乔伊是没有开金人挡的。哇，小叶这个 TP 出了惊人，自己的位置很危险，这个 T 把路平贯穿到两个人身上。威斯豆尔打进去，暴雪直接拿下了这个人头 ，Green T 接住了路平。中了一个 Q 技能，这边是小安直接闪现，但是乔伊这边已经站到了巴龙池，站到了龙池外面。小安靠了黑暗之盾，这边哇，但是威茨他不只会拖巴龙，小安这边被猛袭，交了一个闪现往后拉，杰哥这边闪上去遇到了小安，一套伤害，小安要倒下了。右边的乔伊是被威小爷爷哇，这边治愈扶起来了，治愈直接把乔伊的血量给拉起来，并没有被击杀，威收了这边的进场，也没有办法带走任何一个人。非常 OP， 在这个5.3版本当中，就好像类似说，你可以拿这个哦，开始会战这边的宅扣，杰哥这边先往后拉，利弗是承担了整条半条的血量，但是后方威斯托尔的进场直接灌掉了杰哥，以后往左侧拉开，利弗这边还在进行输出，维克特的伤害直接灌倒了李欣，他身上的大绝还没有释放掉，利弗这边两段的一技能冲刺，但是路平这边闪哇，李武的头过来，小艾这边点的一骂，他回身点死了，但是哇，很危险，利用一个一技能往后拉，以后位置还是把人头给拿下来 ，Green 这边要被杰哥乔伊直接利用死亡射线给。